大家好啊，今天应粉丝要求来给他选一只腊肠犬，他要这个铁包金色的哈。这个美女今天带来了两只啊，这两只非常不错啊，又肥又好看，看一下哈。不是这个品相好，这个头大点儿。都不能。你放下，我看这一只吧，你把这一只放下。看一下，我看看这个体型。这拉上又细又长。我听说这玩意抓老虎非常厉害，是不？转带老虎。转带老虎。对。它有毛厉害不？那它比毛厉害。我看。现在的毛，我说都不带老虎了。现在的毛不带老虎了。对。现在都买拉上带老虎。对。我这个老铁找了好几天了，都没找着这个铁包金的，让他正好今天你有，我赶紧给他赔一下。你这个卖多少钱？1200，确实要的也不高，但是呢，我这个人有个大毛病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毛病可不好。那你真不大好。不看一刀不行。得治这个毛病。不看一刀不行，给你700块钱吧。700块钱你肯定拿不走。我没给你拦着脚包子看，就拦腰给你看一刀。那我大方吗？啊，就1000块钱。1000块钱这个价格。你看我让你200块钱。我给你加一倍，800块钱。你别讲了，900块钱，一瓶子喝水就没有，不喝水咱没法拦了。哎呦，这个900。你还不如我大方嘞。不是呢，主要是现在拉上这个价格没那么高。你找这一种形象不一样呀，你找这一种，我跟你说，你低于1000是没有卖给你的。其实前段时间少的时候，比这个大一点，我1000银拿的，那是真没有货，说真的。所以说呀，我给你888吧。哎呦，你别讲了，就900块钱，你差那。888，你这美女，你差那20块钱是不美女？你给我买两瓶水去。我给你买一瓶冬粉吗？行，就这一张，你只是做检测。必须的。确定1秒2针？确定。啊，有问题我找你哈。可以。就这一针啊，我们马上给这个老铁发走哈，做一下检测发走。有喜欢腊肠的可以找我哈，看一下又细又长，好。